婴儿娃娃。打开盒子，洗一洗，覆盖底漆，金发，他的眼睛呢？在这里，涂蓝色，奥罗拉的粉色奶嘴，公主还是个宝宝呢。奶奶在看书放松，有人来了。Hello。哦，找到了，吵死了。是女王，国王也来了。哦，陛下，请稍等一下。好的，奶奶帮皇后接生，她很有经验的。但国王很担心。哦，马上就好了。宝宝出生了，这是公主，美丽的奥罗拉，谢谢你，好幸福的一家人。准备纸板零件，组装结构，用热胶做纹理，上色，一根吸管，建造顶棚，柔软的枕头，这是公主的床，王室在庆祝公主的诞生。哦，看她是不是很漂亮。没错，国王为女儿弹钢琴。哦、oh, beautiful. 她喜欢吗？当然了，亲爱的。奥罗拉睡着了，黑魔女出现了。什么？有派对，居然没有邀请我，太过分了。18岁，公主会刺破手指，永远沉睡。全家人都慌了，女巫对奥罗拉立下了诅咒。亲爱的，醒醒！哦，我们该怎么办啊？仙女会帮忙的。直到他成年，谁再叫我们？照顾好奥罗拉。好的。仙女们带着公主离开了。选择面料，缝起来，柔软的棉花，填充袋子，金丝带，流苏和珠子，看起来不错。奥罗拉住在森林里，她总是带着枕头。该睡觉了，躺在这里吧。她到哪都能睡着，呵呵。去花园玩，我们需要蔬菜，做胡萝卜汤吧。奥罗拉在花园里睡着了。我饿了，吃吧，宝贝。他在桌上睡着了，呵呵。哦，我需要学习。公主越来越困，她在哪都能立马睡着。娃娃藏在布料里，画眼睛，粉色嘴唇，添加金发，真好看。一套面料，边缘有蕾丝，裙子，紧身胸衣。哦，是给我的吗？我想试试。袖子，做上衣。公主变成少女了。好久没有打扫这里了，乱七八糟，该打扫了。先清理蜘蛛网。嗯，great。
奥罗拉清除灰尘 Good 盘子也干净了 Excellent 最后扫地就完成了奥罗拉正在打扫地毯这是魔毯嘿、hey, 你在干什么哦好干净啊等等还没结束呢奥罗拉追上魔毯哦小心太乱了我来打扫吧、oh. 泡沫纸板剪圆圈拿旧打蛋器麻绳包起来一束花一片美妙的草地仙女教母会喜欢的好多花太好了捡起来你好呀另一个灌木丛嘿、hey, 你要去哪等等别害怕啊哦、oh. oh, darn 弗雷斯特拿起皇冠嘿、hey, 公主你的王冠回来别害怕他去哪了哈、huh. 他是小鸟的朋友不是坏人哦、oh, 终于找到你了对不起我吓坏了谢谢你一点都不可怕醒醒娃娃啊现在洗脸画眼睛嘴唇假发帽涂黄色卷一下好美的长发做裙子上衣优雅的袖子白色上衣奥罗拉成年了 Great job 王子和国王来到森林陛下我们去哪里呢让我想想奥罗拉边走边唱好美的歌声王子跟着声音我知道了哦人呢菲利普你在哪奥罗拉闭着眼睛唱歌哦马受精把王子甩了下去你还好吗没事吧是的谢谢你你真漂亮你从哪里来的我听见了你的歌声、oh. 奥罗拉尴尬地跑开了哦真可惜我会找到他的、塑料盖粘起来涂成白色加蓝色热胶滴添加黄色图案涂牙签蜡烛灯巨大的蛋糕有派对吗奥罗拉的生日仙女们正在准备惊喜我来收拾需要布料食材是鸡蛋糖面粉揉面团做馅饼弗洛拉在做裙子嗯做好了蛋糕也好了哦摇摇晃晃要倒了给我扫把好吧让我想想没事了不行吧太丑了我有个主意好多了派对要开始了惊喜亲爱的仙女们谢谢
一块木头，折断，粘起来。顶部有一根针，做轮子，上色。Great job！ 魔法纺锤将决定奥罗拉的命运。奥罗拉想做针线活，柔软的羊毛，把它收起来。哦，奥罗拉刺伤了手指，睡着了。哦，奥罗拉，怎么了？黑魔女的诅咒，仙女把奥罗拉抱到床上，我们没有保护好她。爱情可以打破魔咒，帮帮她吧，王子。哦，公主，原来你在这里。王子亲吻奥罗拉，她醒了。哦，是你吗？我找到你了。真爱之吻解除了诅咒。奥罗拉需要新裙子，这是布料，交给我们。紧身胸衣，将两半缝起来，完美，制作服装，优雅的婚纱。菲利普王子和奥罗拉的婚礼，干女儿要结婚了，她还没长大呢。好般配呀！什么颜色的裙子呢？蓝色怎么样？真好看。哦，我的女儿。我不喜欢，换一种颜色。颜色又变了，仙女们意见不合。蓝色好看，不，粉色好看。没品味，你才没品味。姐妹们，冷静点，我有办法。她将裙子变成粉色和蓝色。嗯，好多了。客人们被逗笑了，奥罗拉是一位美丽的新娘。揉轻粘土，做圆柱，用袜子做一个袋子，缝起来，添加柔软的羽绒，圆柱涂成蓝色，用薄纱做顶棚，在舒适的床上你会做甜蜜的梦。灰姑娘在和小猫玩，我先。她跳上去。你好，你在哪？小猫在顶棚上，蛋床开始摇晃倒了。喵，你还好吧？没事了。亲爱的，哦，都睡着了。他们玩耍，但爸爸得清理。没关系，他还是个孩子。泡沫纸变蓝了。剪摇摇。灰姑娘会喜欢蓝银石的，穿进珠子，奶嘴可以平静吵闹的宝宝。灰姑娘睡不着，必须想办法。成功啦，宝宝在听声音。现在讲童话故事。嘘，安静，晚安。嗨，宝贝，做假发底座。灰姑娘有一头长发，修复妆容，
拧紧白色薄纱，蓝色织物变成了可爱的衣服，添加带褶皱的袖子。该选鞋了，我喜欢这双。小公主准备好了，灰姑娘和爸爸去散步。我要冰淇淋，爸爸。好的，给你买冰淇淋。Thank you. Wow. 哦，爸爸，小马不能吃冰淇淋。你更喜欢胡萝卜吧？用金锥做屋顶。哇哦，我们可以进去。用毛毡包裹塑料容器，长出了新鲜的草。山坡上覆盖着石头，到处都是蘑菇和青苔。瓢虫是第一个客人。这是小动物们的家。该做什么？为小老鼠做房子吧。我同意，盒子太丑了。朋友们找到材料，开始工作。他们做了一个迷你城堡，弄脏也没关系。邀请小老鼠过来吧。小老鼠很喜欢，感谢女孩们。魔法将灰姑娘变穷。衣服上都是泥土。必须习惯新生活。灰姑娘是一个家庭主妇。太乱了，我来清理。用扫把打扫垃圾。现在用拖把洗地板。啾，擦掉灰尘。姐妹们提着购物袋回家，难以置信她还在整理，但是很干净。好吧，这个送给你，谢谢。我的梳子正好坏了。在粗糙的织物上勾勒模板，做模特。给模特填充木屑，需要一个水桶。支撑有了。虽然模特简单又破旧，但是还可以用。灰姑娘很有才华，晚上她在创作图纸。女孩想做设计裙子，但小猫来了。这次他的脏爪子毁了图纸。哦不，但是你选了一幅画，谢谢。哦，我很伤心，没有足够的布料。灰姑娘闭上眼睛，仙女教母来了吗？选哪种面料？我最喜欢蓝色。加裙子和漂亮的胸衣。项圈装饰她的脖子。惊人的外观。太高兴了，能穿上这么美的裙子。动物们兴奋地跳舞。我再看看，认不出自己了。缺闪光和眼影，好多啦。到了舞会，我要一直跳舞。他开始想象。
用锡箔包住腿，用热胶做水晶鞋。神奇的光芒，灰姑娘准备去舞会，突然，哦，我太笨了，脚湿了，我不能光脚去舞会，仙女教母来了，鸟儿说你需要帮忙，相信我吧。试试水晶鞋，很适合，很好，在舞会玩得开心。谢谢，你真善良。南瓜大丰收，见一片黄色毛毡，里面是红色的，切开，难以置信，一辆马车，用热胶添加装饰，车厢的装饰很漂亮，黄金环固定门，连接电线环和偏斜做车轮，将每对连接到线轴上，现在有轮子了，前面是马夫的座位，用树芽和玫瑰花蕾装饰，女孩很喜欢，但少了马和马夫。哦，他们来了，请尽快带我去舞会。驾驾！他在城堡遇见了王子。Hello. 这对恋人开始跳舞，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这时快到午夜了，马车已经在等灰姑娘了。岁月流逝，用拖鞋代替水晶鞋。两侧有毛皮和断线，脚轻松地跳进鞋子里，踩踩。灰姑娘和王子过着幸福的生活。哦，我的关节。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说？你现在不能再穿高跟鞋了。不用担心，不，穿上舒服的鞋子。你应该早点拿出来的。这朵玫瑰和你一样美。哇哦，真浪漫！我邀请你去参加茶会，我很愿意，亲爱的。做灯笼吗？卷成圆柱体，好多个，拿一个花灯放进去，花灯营造出特殊的氛围。福林和长发公主的约会，我来了，亲爱的，你喜欢吗？哦，福林，把手给我。他们起航了，我准备了惊喜。哇、wow. ！我们一起放灯笼吧。我想要一个宝宝。灯笼飞向天空。好美的花，和你一样，真有趣。约会很顺利。青粘土，滚动肿块。哇哦，是肚子。用刷子磨平，换衣服，哇哦，做紧身胸衣，穿上，还有荷叶边，真好看，用系带装饰胸衣。长发公主怀孕了。福林和公主来野餐，嗯，我都准备好了。哇，这是给孕妇的舒适躺椅，
哇哦，好多吃的。哦，坐吧，休息一下。哦，肚子这么大了吗？吃蛋糕吗？哦不，太甜了。那汽水和汉堡呢？不要。牛奶？嗯，不要。哦，怎么办呢？好可爱的花。好的，给你，亲爱的。公主很高兴，她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福林总是想办法逗她开心。散落的彩色球，画波纹，颜料过来吧，上色，西瓜，尾巴，缠绕胶带，好奇怪，这是什么？公主正在休息，有趣的故事。亲爱的，我回来了，看看这个。我够不到。这么难吗？你来试试。好的，用西瓜试试。用胶带包起来。感觉怎么样？哦，怎么动啊？什么都拿不到。哦，背好痛啊。你看，我们吃饭吧。想要惊喜吗？哎，成功。公主吃大的，福林吃小的。嗯，好吃。好的都给你。耶，一套新玩具。晴空魔具。剪塑料。做凹痕。选择维生素。描模板。一个袋子。装饰太阳贴纸。公主在壁炉旁取暖。亲爱的，看看这个复古音响。哦，太可爱了。播放我们婚礼的歌，来跳舞吧。他们开始跳舞。哦，有点不舒服。坐下，怎么了？我想吐，怎么办？给你袋子。 Thank you. 还不够。用完了，不行，我去买药。我回来了，吃药吧。 OK. 有作用了。感觉好多了。他们坐着休息，今天的运动量达标了。哇哦，闪亮彩带，制作纸屑。让我们填满气球，涂成黑色，写上女孩还是男孩。完成。挂金属丝，这是性别揭示派对的装饰。妈妈怀了三胞胎，他们不知道宝宝的性别。亲爱的，我们一起看看吧。好的。第一个，女孩。哇哦！第二个呢？耶，又是女孩。两个女儿。让我试试，到我了。三胞胎都是女孩。哦，真是没想到。他们躺在纸屑中，宝宝们要出生了，去医院吧。哦，破娃娃，有新角色了，画眼睛。 Hello, hello. 真可爱。 hello, hello. 第二个，第三个。 hello, hello. 头发好长呀，他们都有长发，和妈妈一样。可爱的三胞胎。福林带妻子来到医院。公主要生了，没事的，别担心，耐心等待吧。哦，我太紧张了。怎么样了？她还好吗？终于结束了，
分娩成功。我的孩子们，都是长发，和你一样。我帮你，好多了。谢谢你，亲爱的。该出院了。拿一盒薯片，倒了，待会儿再吃，先做手工，去除多余部分，盖上盖子，喷紫色喷漆，放在岩石上，装饰砖块，都是鹅卵石，铺毯子，添加屋顶，包裹藤蔓，把东西放在底部，尿布和小鸭子，这是三胞胎的床，哥斯尔妈妈帮忙照顾孩子们，怎么样了？都睡着了？太好了，我也该睡觉了。他拿着书睡着了。哦不，女孩们醒了，她们准备恶作剧。她们玩哥斯尔妈妈的头发，真好看。回去吧，孩子们悄悄地回到床上。哦，我睡着了吗？怎么回事？我在做梦吗？戳破气球。一根吸管，切一块，密封底部，安装分配器，旧项圈，就是这个，拿扣子，连接末端，将奶瓶放在袋子上，这是喂食袋。Yeah, okay. 啊，太吵了，总是在哭。什么声音？怎么了？交给你吧，我放弃了。好吧。啊，你们饿了吧？我也喂食袋。接受挑战。喝奶吧。孩子们安静了。一闪一闪亮晶晶。孩子们吃饱，在爸爸怀里安静地睡着了。棒棒糖，只需要棍子，包裹胶带，管子也是，添加胶带，切剃刀。哇哦，好多文具！拿卷笔刀，连接电线。这是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孩子们在玩耍。太调皮了。哦不，一团糟。宝贝，这可不行，需要清理了。吸尘器呢？啊，在这里。哦，头发，可以做发型吗？太神奇了，去叫妈妈吧。打印童话城堡，剪下来，给彩色纸张分类，缩小魔法，用圆环固定，上面贴了照片。公主翻阅着日记，
就像昨天一样。亲爱的，惊喜，这是什么？我们的全家福。哇哦，来得正好，我们做一本相册吧。放在哪呢？放在壁炉上吧。一起听歌。OK。他们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幸福的一家。